晚安，欢迎收看华尔街大师，我是李星云。在今天加权指数开低之后震荡走阳，最后收在一整天的最高点，收在了9024，上涨了33点，而成交量呢757亿元。好，今天上涨过程当中又再次的把所有的均线重新站回来了。不过投资人后续该如何面对这个盘势，请专家告诉我们。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华信投顾资深分析师张大文，大文哥好。新月好，三立投资者大家好。上涨过程当中终止了日 K 的连两黑，那投资人后续该如何掌握盘势？我只请问全国投资人一件事情就好，这是什么？ How to make money， 如何赚钱？如何赚钱？我请问全国投资人，这个盘你是看多还是看空呢？啊，我想礼拜天我在上课，台北上课的时候，我也第一句话请问全国投资人，所有来现场的学徒啊，我的徒弟们啊，想跟张老师学功夫很简单，我第一件事问你，这个行情你看多看空？礼拜天台北座谈啊，讲课，那很多人啊，我看多，啊我看空，啊有看多有看空的，那我只请问全国投资人一件事就好。昨天这个盘，所有带你做多看多的老师，所有带你一路看多做多的老师，昨天这个盘，所有带你看多做多的老师，昨天这个盘已经全部断头阵亡啊！你听懂我的意思吗？昨天很多老师一开盘，9000、8950、8900，一路买进，一路做多，一路加码，一路拉回做多，昨天杀到8803，惨赔200点了。做指数的很清楚。150点以上是全部断头啊！啊，昨天不管你买的9000，买的8950，全部200点，150点，甚至你买了8900的，一样赔100点。你不要跟我说张老师，我赔200点，我都不停损的。我跟你讲，你不停损的人，你今天会赔200点，下次你就会赔500点。这个盘昨天所有带你看多做多的老师，昨天已经全部断头阵亡，而且断三次，每100点就断一次。昨天200点，你一路买一路加码啊，断三次。好，昨天打下来了，开始带你拼命看空放空的老师，今天呢又全部阵亡。那阿内呢？张老师，这个盘怎么搞的？昨天看多的全部死，全部赔，全部阵亡。然后接下来今天所有看空的全部阵亡。怎么这样呢？全部都怎么样？有没有看清楚？啊？大户筹码是一个如何教你如何操作、如何赚钱的工具。我一再强调，今天尤其指数操作，你根本就没有必要去看多看空。你不要一涨了哦，我又看到天上了，哦，又是主升段了；一跌了，哦，又下看崩盘了，没有必要。我讲哦，指数获利的关键的秘诀就是这句话。一再的呼吁啊，这是张老师30年的功夫啊。你指数操作也好，股票操作，第一你要从筹码面掌握大户筹码的变化，多空的变化，尤其指数操作，你要的就是什么？掌握百点的波动，进而掌握400点的行情。你不要跟我谈大多头、大空头。全国投资者，我只请问你一件事：
去年11月8900，从去年11月8900，今年3月8800，一路多少节目跟你喊这个行情是大多头？去年11月8900，到今天指数收盘还在8900。星云，这是大多头吗？啊？那跟你喊空头崩盘的，那更不要讲了，笑话。那如何利用大户筹码，如何利用筹码面，掌握波动，掌握400点的行情？我们要的就是赚钱嘛。从去年11月8900，哦，大多头，哦，主升段；今年3月8800，哦，大多头主升段；到现在还在8900，有大多头吗？这叫大多头吗？那有大空头吗？原地踏步吗？那我们如何利用波动，掌握400点的波动，进而掌握400点的行情？来，导播，亲眼见证一下，从去年11月，导播麻烦拉近，拉近，再拉近，大户筹码就是怎么样，多头收敛，转空，明确的空讯。8900多头收敛转空，导播，这一崩7500。8900多头收敛转空，这一跌1500点，1400点，然后打到7500，空头缩脚翻多，大涨1000多点。从去年11月8900。多头收敛转空，大跌1000多点，下面就是一片绿。你看我们的筹码，我们的操盘工具上下同步啊，绝对不会给你上下不同步。那你怎么做？8900一片绿油油，一路空崩了1000多点，从7500大户筹码一路翻多，收脚翻多，一路多多多多多，高到8800，再大涨1000多点。3月份8800再度呼吁全力怎么样？大户筹码再度收敛转空，又崩了800多点。下面就是绿。从79535月份告诉你大户筹码空头缩脚翻多，下面就是红，这一嘎700点。从端午节前叮咛你，开始怎么样？再度多头收敛修正。有没有甚至转空？这一跌，哎，400-500点呢，再来跌到8140，多头再度，空头再度怎么样缩脚，大户筹码再度由空转多，再度强弹，从8140再高到9042，再强弹800点，亲眼见证了。你今天要的是什么的操盘工具啊？不是今天叫你看1分钟，明天叫你看3分钟，后天叫你看5分钟，那你能赚钱吗？啊，每天看不同的工具，每天看不同的版本，那有的软体更好笑，一天箭头5-6个，那一个礼拜下来箭头就30个，那你到底多空在哪里啊？所有大户筹码，你点进奇波，来，导播这里拉近一点，所有点奇波，同样的图。对不对？这是大波段的行情，大波段的战略图。从去年8900多头收敛转空，这一杀1000多点，7500空头缩脚翻多，下面一片红，哎，这1000多点，8800多头收敛再度转空，这又800点了，对吧？从7900再度翻多，再涨700点，8700修正转空，哎，这一跌400-500点。从8140再度转多，这一弹又是800多点，兄弟们，你看看这几个波段，1、2、3、4、5、6，六个波段，大户筹码有帮你看错哪一个？所以我说，你跟着大户筹码的脚步，啊，大户筹码转空，你就一路空，崩了1000多点，从7500、7503，大户筹码转多，你就向上做多，大涨1000多点了。指数1000多点是3倍的行情，400点就1倍啊，对吧？再度转空崩800点，又是2倍的行情。
从7900翻多又涨700点，又快要2倍了，转空又是400点，8140到现在转多又涨了800点，又快2倍啊。所以我一直在强调大户筹码，对不对？400倍数翻呢，你好好的从筹码面去掌握大户多空的变化嘛，跟紧大户的脚步嘛。再来，短线上获利的秘诀就是掌握白点白点白点的波动嘛。那现在行情这一波从8140，对不对？再度强弹大涨到上周9042。那上礼拜我特别特别特别叮咛，短线是什么样的格局？来，我把这个地方放大，放大给你看啊！来，导播，我现在放大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从电脑放大，你会看得比较清楚。来看清楚一下，从上礼拜已经告诉你，这一次大户筹码怎么样？由低档翻多，由绿转红，对不对？扩大之后呢，从上个礼拜已经开始怎么样？多头开始已经进入收敛，但现在这个格局呢，对吧？礼拜天台北座谈我也讲，哎，张老师是空没有？这个格局目前还在空，还在多头的结构，有转空吗？没有。但是短线上进入了，是吧？多头由扩张进入了收敛，那你要特别注意哦。一旦收敛会出现修正哦，像端午节前从8700跌到8140，哎，这一跌400点呢，这一跌4500点呢，是吧？所以现在整个结构来讲，多头结构目前没有改变，对不对？大户筹码有由绿有由红转绿吗？没有。没有，但是短线出现了高档怎么样收敛，所以要提防它的修正。所以目前整个结构还是多头结构，但是要特别特别特别提防多头高档的修正。啊，礼拜天我在台北座谈我也特别讲，短线8100到9000，哎，800点，我说多头强势修正1/3也有200多点的行情啊，来，请投资者。是不是啊？所以这一波行情啊，是吧？今年3月8800，请你好好把握放空，清楚没？啊，是不是啊？800点的行情，5月份7976翻多，第二趟翻多，哎，大涨700点，端午节前8731把握再度转空。因为大户筹码怎么样？再度怎么样？多头收敛，短线注意修正。哎，这一杀，从8700、8500杀到8140，哎，4500点，对不对？那第四趟，8192、8451，告诉你大户筹码再度向上翻多，这一强弹又800点了。那我只请问你，你从3月份，对不对？你的老师一路跟你喊今年大多头大多头大多头，我跟你讲，这800点你就已经出人命的了，你不要跟我喊大多头，对不对？那喊空头的老师更是闹笑话，对不对？所以说穿了，多空都不足以取啊，能够把握到波动，对不对？你才能掌握到获利的空间嘛。那从上礼拜攻到8900了，我们讲了开始注意高档的什么？高档的修正嘛，有没有？上礼拜是不是跟你公开预告？上礼拜刚到9000，7月21号，8992怎样？转空嘛。昨天一早呢，大户筹码昨天一早呢，8994再空，结果呢？有没有修正？送你200点的行情啊！大户筹码昨天再度帮全国用户掌握到200点的波动嘛？昨天重挫大跌之后，全市场开始看空，开始恐慌了。昨天公开呼吁大户筹码8843怎样低档翻多啊？全国投资啊！昨天我给你预告8843翻多。今天再度大涨了100多点的行情，全国投资者，光是昨天从8994的空下杀将近200点，
8843的多，今天强弹100多点，这一来一回，昨天今天两天，全国投资朋友将近300多点的行情啊，你还要什么？你需要看多吗？你需要看空吗？没有任何的意义嘛。我讲很不客气的，昨天对不对，9000附近带你拼命做多的老师，今天呢，昨天200点，我讲很不客气，你已经断头不知道断几次了。今天大涨，哎，8970，你还在赔钱。所以这里我一再强调，你不需要去死多头，你不需要死空头，大户筹码操盘的工具是帮你如何怎样，教你如何操作，如何 mark mark， 对不对？但是如何操作，你要从筹码面跟紧大户的脚步，不是自己在幻想，每天喊大多头，每天喊大崩盘，对不对？从筹码面的脚步去掌握到白点白点白点的波动，来，那我们的操盘工具，对不对？也很啊，这个时代的进步，哈哈。那我们，对不对？不仅是这个，啊，电脑现在都可以，我们的操盘工具，对不对？你上网直接下载 APP， 不要费用的，对不对？很方便。啊，但下载以后怎么使用，对不对？有兴趣的都欢迎好好的跟我们做个洽询，我们会指导你如何使用正确工具。那我们的操盘工具现在电脑也好，手机平板啊都很方便，来，这一路以来全都是，是不是做多做空你就问他嘛，5月份有没有破8000呢？全市场逃命，7976翻多，你看他重挫7976翻多，哎，对不对？再来8192有没有？这个英国脱那一天，你看到没有？光从8473这一空下来，哎，这300-400点呢，那一天就重挫400点，对不对？但是8192，哎，大户筹码，大户进场翻多，对不对？大户筹码由空转多，你就跟着啊，8192。跟大户借胆子嘛，他在做多你就跟着做多，甚至8451有没有？当天重挫啊，你看8664一天转空就是200点了，光这一天跟着大户筹码空完这200多点送给你之后，打到地板8451再度翻多，所以这一路以来8192、8451重挫都是翻多，对不对？你不会做错嘛？甚至8778还在多，甚至8842还在多，有没有？那上礼拜攻到9000了，大户筹码，我们是不是特别特别特别公开呼吁，来到9000你要注意什么？高档的修正，来到9000要注意什么？空嘛。上礼拜来到9009，送你一个字，空啊。为什么呢？来，7月21号，大户筹码8992转空，7月21号。全都在8920转空，有没有跌？有没有跌？对不对？当天就下杀70点哦，89927月21号当天转空就送你70点哦，对不对？昨天一早，哎，再冲，再冲到昨天一早再往上冲哦，对不对？哇，大涨啊，9027啊，哎，那你高兴什么？我们已经上礼拜已经叮咛你了，来到9000要注意高档修正的空讯嘛，对不对？昨天一早攻到9027，机会又来了，来，导播，拉近一点。昨天7月25号一早，有没有？台指趁大涨9025附近，反手要短空避险嘛。上礼拜是不是叮咛你了？来到9000要注意它的空讯啊。8992已经是空了，昨天再大涨9025附近要反手要空啊，对不对？昨天。对不对？9点多再告诉你8994转空嘛，兄弟们，这一空下来，昨天是不是再帮你掌握到这200点的行情，200点的波动？昨天重挫大跌到8803，来，我们教下达什么样指令？昨天10点多，你看到没有？大户筹码转空，大跌到8800附近，要干什么？空单要懂得分批，要懂得获利回补哦。
对不对？空单已经将近200点的行情，要懂得获利回补。为什么要获利回补啊？昨天我们电视公开，8843转多嘛，你跟着他一个口令一个动作嘛。昨天一早还8900多点的空，是不是100多点？打下来8843翻多，昨天有没有？昨天还特别叮咛大户筹码8843向上转多了，今天呢？是不是又谈到8970啊？昨天空下100多点，今天翻多又100多点嘛。我们要的就是这个嘛。我们要的是什么？我一再强调，指数操盘工具你真的要弄清楚，不是每天跟你的老师在那边赌多赌空，每天在洗巴啦。你以为每天在什么？你以为你每天在澳门赌场啊？啊，每天赌大赌小啊？不需要。好好的跟紧大户筹码的脚步，对吧？尤其指数掌握百点的波动，昨天一早8994的空下来就将近200点的行情打下来，大户筹码由空转多，今天上来又100多点的波动，看到了没有？是不是几乎每天都帮你掌握到百点的波动？这就是我们要的，不是在那边一涨了就看多。看到天上一跌就看空，看到崩盘没有必要。昨天大户筹码一早转空向下放空，重挫190点，打下来之后，大户筹码由空转多，空单懂得回补反手，甚至短多操作。今天强弹100多点，一空一多，一绿一红。你不要跟我讲你颜色看不懂哦，一绿一红，对不对？翻绿重挫190点，翻红大涨100多点，一来一回是不是将近300点的波动？我们要的就是这个，所以指数短线上操作，我们要的就是百点的波动，好不好？那我们的操盘工具如何从网络上 APP 去下载，进一步的跟我们同步的使用？那不会使用的啊，对我们操盘工具有兴趣的啊，如何掌握百点的波动？这才是获利的关键。想跟着大户筹码同步操作的啊，想下载我们的操盘工具的都欢迎啊，跟我们线上做一个联系。就把时间留给大家，先休息一阵广告，马上回来。华信投顾精准掌握台股趋势，帮您确实下好每一步棋，长期布局投资战略，帮您达到最佳投资报酬，洞悉盘势，策略选股，华信带您引爆投资最佳契机，专业、诚信、负责，致富专线02-2392-3988。和我们分享梦想，让我们分担烦恼，把您的老问题新创意和全球扩展计划交给 UPS， 我们不仅能帮您推动业务发展，更能连接全球网络220个国家、地区、40万名专业团队，提供最佳解决之道。让我们一起创造无限可能，跨越全球，创新优势。来空调再进化，宾利直吹式移动空调 Number One， 天气热它就是冷气，马上开机立刻吹出健康的冷气；天气潮湿它就是除湿机，跟过敏、发霉、潮湿说拜拜；空气脏它就是清净机，有效过滤 PM2.5， 给您全家干净的空气；天气冷它就是烘干机，陪您全家度过寒冬；多机一体，超强功能，高效能1号电，还可以啪啪照。想要哪里吹冷气就吹到哪里。你还在用耗电旧型的冷气机吗？或是买了空气清净机、除湿机、烘干机一大堆的机器？宾利直吹式移动空调，一台抵多台，一般的价钱，多重的享受。直吹式冷气吹出健康，高效能，低耗电，不滴水，免安装，免排水。现在只要一通电话，立即享受清凉净冷的宾利直吹式移动空调。麦特戴蒙丛影代表作，再等2天，神鬼认证杰森包恩。妈妈的拥抱值得信赖，专业的伙伴值得信赖，值得信赖的好伙伴，阳信银行财富管理。
体内囤积毒素，巴肚肚肚卡棒嘛不会清气，红漆清等通本丸，帮你排毒治便秘，清宿便排脂消腹，红心清肠通便丸，好你巴肚清气溜溜。好，欢迎回来，持续看怎么操作。好，让大户筹码教你如何操作，如何卖空卖空，好不好？从筹码面掌握百点的波动，进而掌握到四百点的行情。来，今年三月份8000万大户筹码公开呼吁转空转空向下操作，全部都有没有四百点？打到7976向上翻多，向上翻多，8192再度翻多，7月6号8451还是多，你告诉我有没有再送你四百点？上礼拜来到9000，公开呼吁要注意高档的修正。上礼拜9009告诉你注意高档的转空，是吧？7月21号8992转空，特别叮咛你转空。昨天开盘8994还是空，全国投资朋友，昨天这一杀有没有再度帮你掌握到200点的波动？昨天打下来预告8843转多转多转多，今天再强弹100多点，一多一空两天将近300点的波动，好不好？那股票掌握大户筹码进货翻多的股票，金电看到没有？一路翻多，大涨将近60%；玉金光40块一路翻多，大涨50%，是不是？六开头六结尾的，从7多块一路翻多，今天还在88，对不对？再来金电第二 ，VR 商机的，从9字头大户筹码一路翻多，近期还在创破断高点，好不好？那大户筹码400倍数翻，错过前面4期，第5期如何操作？如何掌握？第5期明天盘中的关键转折，好不好？那欢迎跟我们做联系，明天盘中关键转折第一时间专人专线通知，尤其对我们操盘工具想要同步下载使用的，欢迎跟我们做个查询，我们教你正确的使用方法。